英国当地时间10:10，由将乘坐英国航空公司 BA 937航班，从杜塞尔多夫飞抵伦敦。由于事先关于其行程的各种传闻众多，而刘翔团队也对其行程极其保密，因此当本报记者赶到机场时，现场只有包括央视在内的3-4家媒体，而中国田协主任杜兆才也手捧鲜花，满面笑容地早早等在旅客出入口。11:35，中方统一的中国队队服刘翔和孙海鹏等推着行李出现在眼前。刘翔今天看起来精神状态格外好，心情不错，他需要看看自己胸口刚刚制作完成的奥运运动员证，需要和身边队友聊几下耳朵。上阵在即，刘翔自己的心情却格外淡定。在他看来，奥运会比赛大家都很重视，会调整好心态和状态，认真做好准备，尽量去克服外界因素，不要让这些影响到他自己。刘翔还说，目前他主要是专注在训练和即将到来的比赛上，踏实做好每一个环节，享受我的奥林匹克。这是刘翔在抵达伦敦之后说的第一句话。从雅典到伦敦，他的肩上责任依旧，但信心更足了。新晚报奥运特派记者李兰兰，伦敦报道。